今天是2月26，228连假的第二天，现在准备去电影院看《铃芽的门锁》。在看电影前，我先去找元庆还有玉勋他们吃饭。现在我们已经到我们的餐厅啊，乔伊斯，这是我们今天吃饭伙伴元庆，嗨，还有我们的玉勋跟轩豪。我们今天点的是四人分享餐啊，1299，不太便宜啊。玉勋吵着要吃火锅，没办法。陈玉勋，你跟我们意见不一样啊。对啊，还走错间啦，就你最不一样。招牌设计有误啊。我们点的两个酥皮都让你来，还有一个摩扎罗拉披萨，还有两杯饮料，还有先淋个蜂蜜，淋个蜂蜜，直接淋，上淋，不行，画个有趣的，哥看不出来，就淋了，淋了，直接淋，我们好了，绕远，这个轨迹追踪的效果啊，没有问题。不错。分配不好。还是它其实可以加水面变蜂蜜柠檬啊？它蜂蜜绿茶。蜂蜜绿，那个里面已经有墨绿了啊。拉一半开始就不会很奇怪。拉一半。先拉起司。起司。康熙，没败。吃一口。吃一口，赞的，有没有？感想一下。那怎么全部都蜂蜜味道？选好，你处理啊。我们现在吃饭遇到一个超大的问题啊！我们马铃薯呢？只有3块啊！我们有4个人。我们牛排也只有3块啊！哇，太严重了！但是呢，刚好多一个花椰菜。来，谁有那么幸运可以吃到花椰菜呢？他是唯一一个啊！我们这边决定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选好，对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选好，恭喜你，花椰菜啊！我们又不是正，赶快夹去吧。不要污染了我的薯片。多送了一个好像不愿意耶。快加盐。加下。上了。OK， 讲个感想啊。很鲜。It's a good day。很酸。很深。很深。It's fucking raw。好像一般的手，点了意大利面啊，蛋黄破了、啊。元庆，你不早点讲啊！我给忘了，你知道没有？平常没有录视频的习惯啊。我们这边谁有平常会录视频的习惯？我真的也不太知道哎。哦，我们现在看完《铃芽的门锁》啊，我肚子超痛，我觉得不错啦。玉勋，我觉得不错啊，为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他都花那么多钱了，女主晕烂，真假？对啊，这是一个晕船的故事啊，不错啊，爱上椅子的故事。我觉得新海诚开始走下坡了，新海诚没有突破，他们没有突破，他已经拍3部，已经极限了，好不好？3部已经极限了啊，三部起上，都是第3部在下坡，正常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看电影的 vlog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有下次了，拜拜。谢谢，遮镜头。我是谁？得。我们今天看完电影遇到，也是郭玉伦，也是阿才。我可以解释啊。你带着什么东西？你说。vlog， 我带着手机，我还拍 vlog。我现在一直在拍了，我们等下给你。好啦。你带着什么东西？你说。为什么？是大麻。好，我带大麻，不要再拍了。解释清楚哦。你在拍我就告你哦。你要告我什么？我在拍 vlog 你有摄影的权利，但是你不能拍到我的脸。
有你挡住了，我没拍到啊。好，那这样很好，他拍到了。哎、欸，蜘蛛，蜘蛛那个蜘蛛，我帮后面帮你码掉，后面码掉。好，我帮你码。不要张扬啊！不要张扬，不要张扬啊！哎、欸，你该不会骑 U bike 吧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